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睡觉？我再玩一会儿手机嘛。行，他说他俩再玩一会儿。快睡觉啊！来喝杯牛奶，快睡觉了。好吧。哇，好冷啊！你们不冷吗？坠子呢？还冷吗？热了。哎哥，问你们个问题。啥？我是你们的什么呀？你是我们的小宝贝。那你们是我的什么呀？是你永远得不到的。不，我们是你哥哥，我们随叫随到。果然，玩手机不能玩得太晚。到了午夜12点，我又饿了，但是哥，我饿了。但是我有两个哥哥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感动，从彼此陌生到熟，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那种浪漫。今天的早餐谁做的呀？这么可爱。哥，我要是什么都不做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懒呀？会啊，要是你什么都会做了，就拿我们来上。经理，刚才有个电话问题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手机呀？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喂，喂，这不是妹儿的手机吗？是啊，她洗澡去了。那你是哪位？我是先洗完的那位啊。那你那边在哪里？在床上啊。哇，你们是神经病吗？